解决国际上的事情，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，推行霸权、霸道、霸凌，应该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，坚持共商、共建、共享，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，反对打着所谓规则旗号破坏国际秩序、制造对抗和分裂的行径，要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，拆除割裂贸易、投资、技术的高墙壁垒，营造包容普惠的发展前景。